这个工作流是 XML 模型的正确使用的一个工作流，看起来比较复杂，还有难的采样器。第一个采样器，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工作流的作用。这个正确的方法，它就是让生图的质量会高一点，而且高很多。如果是普通工作流生成的话，效果就没这么好。比如说官方提供的 XML 模型有两个，一个是 BEST，这个主要用来生图的，还有一个是这个美菲什么的，这个是主要用来修复啊之类的，所以两者叠加才是它最正确的使用方法。当然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，但是有更高要求的人可以使用这个工作流生成图片，就质量更佳。至于这个怎么连，参数怎么调整，我都会分享在我的笔记里，大家直接在我笔记里找到这个 SDXML 模型正确的工作流，下载即可。这个就不需要什么安装模型，我也会提供在这，直接下载就可以了。两个模型，安装模型我就不教了，就放在 ConfigUI 模型的目录下就可以了。下载完放进去就可以，然后再点开我的工作流。当然，有些人不想安装，也不想下载模型，也不想用工作流，那你未来可以点开断脑云，找到我的镜像，直接打开应用，就像我现在这样子，就是打开在线的，然后。我的工作流都已经保存在这里边，安装也都安装好的，直接点开我这个正确工作流，就直接使用就可以了，就不用考虑什么工作流下载或者下载模型、安装插件之类所有问题，而且不用担心软件搞坏或者什么，重启一下还恢复到原来的，这样子就方便使用我所有的工作流，直接在线使用，本地啥都不用做。好，这期就分享到这。